大家午安，早安才对，早安，大家早安。早安各位，Hello，九蛋，小薇，志宏，福福猫，早安，Hello。今天好早起啊，而且妆还没化完，等下来加个睫毛好了。谢谢阿华的红玫瑰，Hello，早上好，Hello 嘞苦，谢谢嘉伟的看好你哦，谢谢洛克的番茄，谢谢洛克。Hello，小胖你好，淘宝哥午安，谢谢福福猫的幸运哦，谢谢水。待会我们要去李家吃饭，所以切换也来我们家了，待会要一起过去，去李家吃饭。我们要去栗子家，谢谢社长的掌声鼓励。吃饭饭好赞，害我今天早餐没有吃，就是为了等一下等离家很丰盛的午餐。他们家真的，我每次去吃饭都是很像我家在过年的那种，对，所以我今天特别不吃早餐，为了等一下的丰盛午餐。谢谢首善哥的眼睛夜障重。昨天烧肉有吃到吗？当然有啊，我吃了烧肉便当，然后我喝了那个焙茶新冰乐。可是我觉得是还不错啦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我比较喜欢焦糖可可脆片。对，我觉得还是那个比较经典。还是不够重。Hello，谢谢史努比的红玫瑰，谢谢福福猫的番茄，谢谢阿元的夏令营背包，谢谢贺宽的红玫瑰，谢谢阿华，谢谢阿元，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。焦糖可可脆片是经典中的经典。那我觉得星巴克很厉害的还是咖啡，所以就是。有一点点咖啡味道的东西，果然还是最经典好喝的。对，谢谢命的一封信，谢谢闪亮闪亮的枫叶，谢谢微积分大师的红玫瑰，谢谢阿元的夏令营背包，谢谢阿奇的行李箱。Hello。大家今天想听什么歌呢？想听什么歌呢？IU 又是听 IU 吗？放 一个 Best 送2021，随便放喽。早安，谢谢玉安的枫叶，谢谢博维的。红玫瑰，谢谢钢铁河粉的番茄。老大想听都听，谢谢 Holly 的红玫瑰。那我今天一样要 继续昨天的拼图。谢谢贺宽的真情告白。我今天拼一个小时就好。我等下后面来化一下妆，因为还没化完。行，我还没夹睫毛，我想说，因为睫毛太容易塌了，晚一点再夹。
半小时共直播，应该还好吧？我剩睫毛跟卧蚕一点点，然后还有下睫毛，半小时应该够了。Hello， 嘉宾你好。谢谢阿华的夏令营背包。穿帽 T 不会热吗？热啊，直接当睡衣。谢谢阿华的夏令营背包。那我先拼图。拜拜，合影。谢谢李真的夏令营背包。Hello， 高冰。看到吗？谢谢 CKUMK 的王守礼。上地球了，不知道今天找不找得到这个关键的一片。谢谢博维的八月守护徽章。谢谢阿元的夏令营背包。谢谢阿波的小鸡蹦蹦。谢谢阿元的魔杖，谢谢嘉伟的 Popcat。谢谢李真的红玫瑰。谢谢意林的夏令营背包。
写博文的番茄。太快，找不到这些后宽的魔杖。谢谢穷到吐的新鲜桃，谢谢志宏的番茄。谢谢 Himeji 的 Pop Cat。找到了，终于关键的一块，终于，就是你，怎么躲这么久？真聪明，谢谢博云的掌声鼓励，谢谢莫航的掌声鼓励，终于，谢谢阿元的掌声鼓励。看到大家这是很完美的拼上去，好疗愈哦。恭喜找到，谢谢社长的掌声鼓励，终于，谢谢洛克。谢谢红包，我好热呀，还敢潜水，这叫开心的下台，终于可以继续往上了，很疗愈耶，就是四周都有拼图，然后就缺这块，拼上去的时候特别疗愈。谢谢红包，谢谢志豪的枫叶，
安少安星辰你好。谢谢阿华的夏令营背包。谢谢阿元的夏令营背包。谢谢佩轩的夏令营背包。
是不是？是吗？我不知道这片是不是平在这里、欸。它算河吗？可是它的花样有点不像，可是它又拼得进去，到底是不是？谢谢 Gek 的夏令营背包，感觉好像不是，不是哎、欸，是吗？可是它又拼得下去，这要拼多久？这要拼多久？不知道哎、欸。谢谢 Gek 的夏令营背包，感觉不是哎、欸。还是是这块，这块好像比较合，好吧，先这块。今年要拼完，谢谢阿华的饭钱。今年我还有四个月的时间，我还有四个月的时间。能活到几年？谢谢 Gek 的夏令营背包。嗯，这块到底是什么？神圣任务交在平衡手里，谢谢嘉伟的红玫瑰。确定要交给我吗？交给我应该蛮不可靠的。对，找不到这块，我卡住了。
就结束。Hello， 一晨。谢谢佩勋的番茄，谢谢许明的幸运四叶草，谢谢小白的看好你哦。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找不到。手拿一盒，没有啊，我都在这了吧。Thank you.
写阿志的告白气球。卡住。女孩好聪明，这是一定的。天才少女，聪明担当。谢谢实名的吧。谢谢佩佩的看好你哦。Thank you.
谢谢伯承的番茄。谢谢洛克的看好你哦，谢谢阿奇的番茄。今天品涵第300次直播，300次，少林背包，谢谢命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小白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后康的看好你哦。嗯，谢谢每天只想睡睡的睡睡的少林银背包，谢谢散的番茄，只跟了11次。是不是重复放了？好像重复放了。听什么好呢？听Blackpink 怎么样 ？Blackpink 随便放。啊，该不会是你吧？找到了，莫名其妙找到他了。什么？就是他，我莫名其妙找到了那一块。找不到那一块。谢谢君燕的夏令营背包，谢谢金佑的 Pop Cat 大量发声，谢谢朱博，你为什么要笑我？谢谢君燕的夏令营背包，谢谢樱桃猫的早餐鼓。刚刚切换用一个奇怪的眼神看我，谢谢摄影的 Pop Cat 大量发声。哦，谢谢志宏的 Baby 过来，哎，他有接脸呢，这特效太好笑吧！谢谢志宏，谢谢志远的夏令营背包 ，Baby 过来，这特效太好笑了吧！谢谢摄影的啾啾你哦，谢谢摄影，大量发声。也太久了吧 ，baby 过来。切换在后面监督拼图完成度，没有，他根本没在理我，他在打传说吧？不要乱讲。是吗？是传说。不要乱说。你还是 baby。不是传说，那还有什么？我想说，我要下去运动还是打传说？嗯，你有在运动？下去跑一跑啊！啊，很难得哎。那你觉得呢？
没有，我是在思考我现在这三十分钟要做什么。你说你这三十分钟要做？我在想要大家想阅读，大家打运动问号哎、欸，他们不相信你会运动。什么意思啊？原来那有运动这回事哦、喔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做啊。好，你都说说，在脑中想哎、欸，你在脑中运动。好啊。切换不是要当街友吗？很热哎。很热。所以我用 QR code 啊，你没有帮我宣传 QR code。好。不是哦，你要帮我宣传、啊哦、宣传什么 QR code？ 我的游民 QR code， 游民 QR code， 大家记得去看一下。不是，你要叫他们捐钱给我。啊、你怎么公然兴起啊？超没诚意的宣传，好难。切换哪是街友，还有品寒假可以晃。他真的晃来晃去、欸，哎、欸，你先说。他真的切晃切晃、欸，哎、欸，意志切换的，还不是你要坐？你先说。而且我觉得旧的椅子比较舒服，好不好？价差超多。哎、欸，你介绍一下椅子啊。切换要运动？问号。哎、欸，你介绍一下椅子。哦，这个椅子是切换换的，多少钱？不要讲了。听说要上万块。但是我觉得旧的比较好做。谢谢君燕的夏令营背包。不好做的柜子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体型差太多了，所以就是好像这个比较适合重的人做。因为我太轻了，就享受不到那个舒服的感觉。只能说，如果体型很大，两个人不适用同一张椅子，就是验证了这件事，所以就必须要两张椅子。平衡很瘦。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。谢谢阿波的掌声鼓励。结果你不去运动了？我在运动啊。哦。手指运动。手指运动，笑死。那你手指有很瘦吗？超瘦的、啊，纤细。我听不下去了。换歌、啊。我说你的话，我听不下去。不是歌，听不下去，好不好？打传说动脑有很棒的手指。切换跟谁比都比较粗吧。不要乱讲，谁？他是甜不辣手。是谁讲的？刚才那个留言。我刚刚。是阿华。他一点都不甜呢、欸，阿华甜。阿华甜。他不甜。阿华不甜。谢谢博，哎、欸，不是博伟，看错，谢谢。你这样很过分。在 IG 请搜寻蔡雅恩送的掌声鼓励。好像讲相声，有这么好笑？各位，有这么好笑？我为什么要跟你搭配啊？你以为我想跟你搭配啊？千浩的手指大概 1.5 个施压。不辣，很好笑哎。他会运动，我真的要抖内他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快去运动？他志宏要抖内你了，你快去运动。他说你去运动，他就抖内。啊，真的、哦？他说他会运动，我真的要抖内他。你快点去运动。啊、好热、哦。可以录广播了。要拍现实作证。叫他拍照证明，
他现在他绝对不会去了，他还在打传说。不是，刚打完啊，有始有终。哎，我现在很穷。等你打完，我们都要出门。不要乱讲。还是我徒步到你家，走超远的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算运动吗？大家，他走路到那边算运动吗？切换开直播，我可以送礼物。开直播运动啊，仰卧起坐十下，一支香槟。哎，他们说，哎，你们怎么对他那么好？那我也做仰卧起坐十下。他们说你开直播做仰卧起坐十下，就送一支那个特效香槟。他们对你很好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做仰卧起坐十下啊！哎、欸，你现在做，你现在做，我现在就做。哎、欸，你现在做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拿。不要啊！快点啦，你不要再拼拼图，无聊啦。哎、欸，你把它拿起来，谢谢啊、怎么用？哎、欸，我没做，他就送我香槟了。谁呀、啊？不要乱讲啊！谢谢阿华的香槟。阿华为什么对？哎、欸，谢谢迪米州的香槟。你现在走过去。我现在要做。做仰卧起坐不行，我的帽子会掉。不会啦，没那么重要啦。哎、啊，就变尼姑而已啊。谢谢吉米州的香槟。快点啦、啊！对品涵来说很容易。快点，快点！谢谢塔潘塔的夏令营背包。哎，我没做，他们就送了，怎么那么棒？不行啊，这样没有原则啊。谢谢小胜哥的香槟。我谢谢摄影的香槟，请积极参与追剧。谢谢志宏的香槟，他们说品涵欠三十下。对啊，他们先送而已啊。哎、欸，你要支持吗？谢谢社长的掌声鼓励。帮你长进。谢谢金佑的香槟。那个理我。哎、欸，你们这样我会欠很多下仰卧起坐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子。谢谢志宏的香槟。谢谢波威的掌声鼓励。品涵越欠越多，他越多欠越多。谢谢阿元的掌声鼓励。品涵，你要考虑胖子做仰卧起坐有难度，切换标准当然比较低啊。谁说胖子？哪一个人？刚才谁说我胖子？我怕我在保护大家，我怕大家的生命遭受危险。我不敢念。谁是谁？你说。我忘记了。不要骗。谢谢薛薛的员工的枫叶，谢谢逸晨的番茄。你刚刚阿华说我刚刚没有保护他。对耶，我现在看已经是我黑名单了。这么直接，送给你，然后切换做，那我有兴趣。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哎、欸。他们送香槟，然后你做。不要，我要钱。好像。哎、欸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收到抖内啊。那你现在要几下？我考虑。刚刚起码100下，他会死。可以改成棒式的秒数吗？可以改成棒式的秒数吗？各位。而且我要分批，而且他要分批，他要中场休息30秒休息一次。你30秒累。谢谢小美的好玫瑰。可以再少秒一点吗？就比如说十秒，然后拆十次。Run run run。分期付款。棒式也很难，大家再这样送做不完了。谢谢卡高高的红玫瑰。棒式是核心肌群，他们说棒式更累，我也觉得棒式好像比较累。可是我那个仰卧起坐都做不起来耶。嗯，为什么？肚子那边卡住吗？不要乱讲。品涵记得监督切换。谢谢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红玫瑰。我下周就可以一直待在这里。肚子很重。我下周可以待在这吗？不好说。可以啊。明天都没工作嘞。祝你早日找到工作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逼我回到日本社会？什么意思？
谢谢熊大追踪主播，还是停止品牌？哎、欸，还是你要停止我？你觉得停止就是那个郭敬淳的那个啊？奥运的那个，好像可以。我才37耶，很简单耶 ，piece of cake。37公斤，人家冠军只100多公斤，我才37，很简单吧？你上次拿全联的那个，我不是拿不动。好像不错。你是不是其实比我拿的可以更重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弱哎、欸！我觉得我提的东西都可以提比你重，去当 QQ 跟 QD 的保姆不就解决了？37也太瘦了，我等下要去吃胖一点。是离家吃胖，哎、欸，我不想拼了啦，我今天已经算是有一点进度。你现在要不要做仰卧起坐？先不要，没关系。伏地挺身。我要来化妆啦，我不要流汗，等一下要美美的。哎、欸，我要化妆啊。那你还不赶快去化妆？帮品。方切上词，谢神秘的掌声鼓励。切上的笑声好魔性，哎、欸，你再笑一次。为什么？他们说你的笑声很魔性。哦，那五支香槟我在笑。还有这样的、哦，谢谢你啊、哦。切上传说到底打完没？你打几分钟了？11分钟了。通常传说都会打半个小时左右，所以它还会很久。谢谢史明的红玫瑰。千鹤也要去李家吃饭吗？当然咯，他哪里有饭碗哪里去、欸、我揪的局。哦，是他揪的。对了，没有我你有饭吃。讲的好像你很厉害呀。是蛮厉害的啊，我其实觉得他真的蛮厉害的，就是他真的就是莫名其妙都会有很多人请他吃饭、欸、到底为什么啊？他靠一张嘴很厉害，到处都有干爹干妈的、干哥的、干姐的，然后到哪都有饭吃，这很厉害。我就靠他吃饭了。我从现在此时此刻起宣布投靠你。以后有饭请带，以后有饭局请带我一起去吃饭。你刚刚说饭局吧？饭局。我们不欢迎讲话不清楚的人。专业蹭饭，你到底怎么办到的、啊？好厉害哦！我要请收我为徒弟，我要向你学习蹭饭技巧。吃饭吧，我想。我今天的进度是这样，好像越来越有拼，要拼成一块披萨的感觉，这边。有免费的就是说，那我要先来用一下我的睫毛，刚睫毛没有画，输了，输了，你玩哪一只啊？天啊，他的为什么广告是恐怖片啊？千鹤是几个平衡？哦，37公斤，那应该是三个左右，两个半吧。不要那么精准，乱讲话。输了要送香槟，打完了该运动了。应该是两个半吧。不要乱讲。哎呦！先来。哎、欸，两个半是92.5公斤哎、欸，37×2，那两个，可是你也没那么瘦啊，七十四吗？还是差不多现在？应该两个。很瘦。他们说抓个整数，三个平衡。三个吧。嘿，大家要看好化妆。天哪！比你重。
希望我今天睫毛可以翘一点。要不要先做运动再化妆啊？我没有要做运动啊，是你要做运动，然后运动没有，是你要运动啊。为什么要运动？是我运动，是你运动。你就说嘛，我看起来要运动吗？贴上去，人家蹭饭都不用化妆吗？要他要去了，他要去了。基本礼貌好不好？我在等他运动哎，他们在等你运动哎。你要运动，先上运动的我，好，我要来夹睫毛。等一下，我应该先化妆。完全不理我们，他跑了。停止品寒，只成功抖前和失败抖平寒，真的哎。可是我有点不敢给他举，他的力量真的很弱。之前我们有一起去超市买过东西，然后他都提不动哎，竟然跑了，好扯。待会可能要忍受一下吹风机的声音。所以吹风只拿得动蹭饭的碗吗？大概是吧。谢谢阿华的夏令营背包，吹风机。谢谢神兽，谢谢阿元的夏令营背包，谢谢志宏的番茄小炮弹。没有很大声吗？等一下，有刘海好干扰，应该先。把刘海夹起来，谢谢晴天的枫叶。
谢谢冰咒雪。很俏，赶快说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刚才想要下去运动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说等一下这样可以吃比较多。哦，那这样运动就没有啦。睫毛了，谢谢 Sam 的夏令营背包，厉害吧？蛮巧的。谢谢后宽的掌声鼓励。有开冷气啊，这睫毛厉害，希望它可以撑久一点。谢谢 CKUMK。 镜子两面不一样，一面是正常，一面是放大镜。通常我夹睫毛都会用放大的这一面。推荐女生用吹风机吹睫毛夹，谢谢卡姆的 Podcast。
看越扣味。睫毛真的是一个非常费工的东西呢，但是又好重要哦。摇很翘很翘，今天很翘哦。你们看，耶！希望它很持久，是不是厉害了？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耶！今天有翘。谢谢洛克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嘎逼的掌声鼓励，希望他可以撑很久。头好晕，谢谢社长的掌声鼓励。晚场还要补吗？但其实我通常觉得越假会越不巧，所以我通常都是第一次要弄巧是最重要的。希望它可以撑久一点。你们看，我一开始真的夹都很翘，但是有时候流汗就不见了，真的很容易塌。你看我的睫毛，厉害吧？你戴眼镜，是不是很翘？贴上脸部加工中吗？是的。太久没化妆，你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化？忘记了，先那个化妆水乳液，然后隔离霜防晒。切换放了掌声鼓励，谢谢后宽的真情告白。切换戴口罩就不用化，他忘记。游民导师啊，就太久没画了啊。反正都要吃饭，他不用画了。我觉得我画蛮美的，现在挺漂亮的。有这种自己讲的不美吗？没有，也没有人在夸啊。霹雳可爱，谢谢超哥的枫叶。我要画下睫毛跟卧蚕，刚刚因为还没夹睫毛，卧蚕没有画很重，现在又来加工卧蚕。还没吃饭吗？还没。
谢谢阿华的红玫瑰。谢谢海陆空的指南针。谢谢愚者的番茄，谢谢浩毅的掌声鼓励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变得更好看了？那觉得睫毛会差很多，有睫毛粉。谢谢樱桃猫的掌声鼓励。IKEA， 对，我的化妆品推车。是 IKEA 的推车，我听声音就知道。你们怎么知道是 IKEA 的？好厉害耶！他听声音耶，好厉害哦！竟然有推车，他说小迪也有一台，很好用哎，是拿来放化妆品。IKEA 都吃什么？我都吃牛肉丸，我都吃牛肉丸。IKEA 那个牛肉丸很好吃。有爆茶了耶！刷个下睫毛。我会不会太专心化妆？不好意思，刷睫毛需要专心。我跟你们说，女生真的是很麻烦。我光睫毛膏。就有三支不同的功用，一支是打底，然后另一支是浓密，然后另一支刷下睫毛。我不知道睫毛夹的睫毛膏就有三个。一只眼三只都好好。有人跟你一样吗？超主我觉得因为我睫毛比较难用，所以就是我自己研发出我觉得最精致的眼妆，所以我每次都不嫌麻烦，就是如果有表演的话，出门都一定会带三支睫毛膏，因为我觉得眼妆太重要了。
下睫毛了。谢谢中影的 Popcat。好像画完时间差不多。现在12:18。完了，我睫毛了，赞赞。是不是眼睛更有神了？真的觉得睫毛很重要。谢谢命的掌声鼓励，谢谢伯承的掌声鼓励。画完刚好，时间差不多要念榜，刚刚好，赞赞。谢谢社长的掌声鼓励，这是神奇的魔法，女生化妆是神奇的魔法。谢谢阿华的看好你哦，谢谢阿波的掌声鼓励。那我要先来念排名了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钟莹，谢谢小雨，谢谢嘉伟的真情告白，今天好赚，谢谢小白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博晨，先来念排名哦。第十名草莓酱，第九阿华，第八后宽，第七首胜哥，第六钟颖，第五金佑，第四吉米周，第三博晨，第二摄影第一志宏，恭喜志宏摄影博晨。嗯，我的签在那个推车里，有四支签吗？嗯，有。可以帮我，我帮你抽。好，你抽。抽到几号？不知道，怎么才四支？对啊，本来就四支啊。怎么那么烂？几号？我看不出来，八吗？对，八号，恭喜八号，后宽，恭喜！大家可以开始指定哦。哎，他们说有五只，真的假的？它里面是剩四只吗？哎，有五只哎。好。哎，这样那个很可怜哎，要不要再加码再一个吗？对，就是除了八号以外，那你再抽一个。好，再抽一个。乱讲话嘛！七号是首胜哥，恭喜大家可以开始指定哦。抽得好。今天五倍真超无敌，那等下还要换个衣服，弄个头发。
还没用好。大家可以开始指定，指定先留下次，没问题。我们是约几点？12:30。那我会迟到哎。指定切换大笑朋友，哎，他指定你大笑，你大笑一下。为什么啦？快点啦！你现在没有什么好笑的啊。那，你先讲一个好笑的再给我。你知道我慢慢吸地板是什么吗？实习地。这是我的笑话。这样算大笑吗？不算吧。超烂。可以吧？笑死！就是他每次我在吸地板的时候，他都会跟我讲这个笑话。勉强通过，他说勉强通过，赞赞。指定留下次，好的，谢谢手上哥的枫叶。先换跟你说的，你又反过来跟他说是哪种？就是有事打扰你讲话。指定上次可以指定切换做仰卧起坐吗？两下好不好？两下。我要怎么做？两下、啊，我现在看着你做，快点。哎呀、哦！我亲眼见证，他真的躺下来了。一下，再一下，再一下。好累，我不行啊！再一下，两下哦，有了，可以麻字红。我看到了，不行啊，很累、啊。你好听话哦。我好可怜啊，又不是我拿抖内。一下不行，一下就好累。刚刚有惨叫。用我的这个吗？哪个？我刚好录镜吗？你录镜走开！你是不是要走开？我没戴眼镜耶，我看不到。切换坡线的，看好看。你不可以录镜啊！为什么？我等一下这个被 ban 掉怎么办？为什么我录镜会被 ban 掉啊 ？Hello， 还有谁没指定吗？没有。还有3分钟。因为它没插电，我把它，你把它拿去厕所用。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。辛苦啦，你的口红都掉了。延到下次，好的。等等，还有谁会去？好像蛮多人的。跳舞指定，今天要跳舞吗？谁指定跳舞？可以跳女友吗？可以啊。希望我不要流汗。是吧？嗯，打不出来啊。什么？
哎呀，来不及啦！迟到会怎么样吗？该不会吧？可以做。好，我赶快叫。大家说改成切换跳，他不会跳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好，这里好挤哦。今天位置很少。小跳，谢谢福福猫的掌声鼓励。小跳很可爱。那今天差不多到这了哟，各位，拜拜啦，要下播了，下周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啦，谢谢大家今天看直播哦。拜拜。